今仔新闻头起先来关心食安的问题。新北市的油机公司因的乌合石粉传出有检到工业用的苏丹红色素，卫生局有到场去抽检。这批敢若有问题产品，大约170公斤，可能已经卖去到全台10个县市啊。目前已经要求业者赶紧落架回收。当卫生局人员到卖场去查，看稍微好亲像有问题的产品，是不是已经弄落来？因为新北卫生局已被通报相关管区，有些公司生产的乌合石粉，好亲像有工业用的呢只苏丹红色素，其中三家业者都伫桃园。这三家业者是在去年10月至12月进货，其中两家贩售于不特定消费者，另一家早餐店业者进货后再制成黑胡椒酱。用于餐点，均已全数销售或使用完毕。记者是坐到新北泰山巷仔路内油机公司，礼拜天门叫来，油机公司的头家表示，正正因为有客户家己送验乌合石粉，才验到苏丹红色素，已经通报卫生局。我们交给我们 A 客的 ，A 客人再交给他那个客人，他已经经过了两手的，就是他交手上是第二手了，然后他去送验这样子啊。新北市卫生局表示，日前派员去这间公司抽检，各项是有数检验确认，暗过稽查发现，这些好亲像苏丹红色素的问题产品，业者恐惊已经未去上百新德关、台中、彰化、云林等10县市，已经要求业者要落来回收。经查，该批产品生产约170公斤，那在检验结果尚未确认之前，已要求业者先行下架。新北卫生局是讲，检验结果差不多需要一礼拜时间，在检验结果还未公布之前，已经要求业者。爱先把这批产品拢捞落来，阁通报外县市卫生局进行查核。台北市卫生局嘛发出声明，要求相关业者爱配合，养成捞落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